来到汉阳南江楼幺楼梯这里，全气烧烤了。刚刚从汉口来一个苍蝇馆子，还被封墙的馆子过来了，好恐怖啊！先给我打个好。好。好凉，人好。咱们南江楼那边晚上这里超热闹啊，你立马想到呀，烟火气十足。我们142，142。房间的93号桌。我是93是吧？对，93。93。还是蛮快的啊。几位？两位。7:51叫你，然后咱们8:10。超市等了25分钟。他这里人真的超多呀，人多桌子多，饭台子也快。哦，到底还要跑的。我之前骑牛杂两回都是点了150块钱，然后今天的话我就骑烧烤，我就点150块钱试一下。就是去玩啊，就是在一起的话一共是166，看看有没菜啊。这个蹄花35一份。我好饿。金子也来了，那一大把。你晓不晓得蹄花是要喂招牌？蹄花好吃，外面焦焦的，做的嫩嫩的，真的好吃。这一盘金子一共是40块钱，哦对，50块钱，2.5块一串。这边的金子呀，都讲求的是一个大。我骑烧烤就喜欢骑那种比较肥一点的金子，看你外面烤了焦焦的。硬啊，有一标。这个鱼尾巴是15块钱一份。上回吃烤鱼尾巴还是在海寿街。它这个鱼尾巴，那鱼肉香太苦了哎。它是吃啊。换一口。换一口也是吃。都是吃。我把你弄的不行了。一个小建议，烤橘皮你们吃过吗？养颜美容，胶原蛋白，还有烤藕、烤黄瓜，吃个橘皮啊！哇，这个好吃，好软糯啊，那是像吃橘皮一样，这完全是吃那种蛮糯蛮糯的金子一样的皮，这个真的好吃。听有人说啊，就是烧烤这里，就是荤菜是老大赚钱的，素菜是最赚钱的。你们觉得呢？我觉得他屋里有三个东西是好评的，一个是金子，还有一个是橘蹄，再还是橘皮，真的好吃的三个。这一桌子150，93吗？你们觉得划不划来的？可以打到评论区告诉我。